花椒。嗯，不会吧？看看还贵，嗯，电视在这用，嗯。闻见花椒香味儿了吧？闻见了，活了。这就行了。嗯。茄子，嗯，拌好水的茄子，嗯，盐，刮小一点，嗯，茄子这个东西，它太吸油，但是要放很多油啊，乖，就不利于健康。嗯。所以就火让它小一点，就尽量的干煸是就可能。嗯。葱姜什么的，暂时先不放。不放，乖，那是先煸茄子。嗯。看清楚了，这步就是光煸茄子先。挺不错，说你上哪里去拍照，可别忘了。嗯。现在一部分已经熟成了，是吧，小？对。但是还有一些这放的呢。对。嗯，还得继续煸。要是平底锅，还得看看它就行了。对。是吧？对。还得几分钟了，我搁上点蒜。哦，你先听听，完就怎么变到那个成的样，你再是什么样行了，哦，你再配。没有，全部还没。
就和这个似的怪就行了、嗯、你看那开的反正它这个还是反变了的好吃比那个磨的你看和这个似的就行了、嗯你怎么盛出来的壳鸡蛋？哎，再剥了鸡蛋，哦、再煸葱花。哦，好。先煸茄子，这是。哦、行了，乖，大约约吧，就是，你看、嗯、挺累的慌，反正就最好就都和这个似的。行。就行了哈。好。盛出来。嗯。嗯，特火。嗯，不愿刷这个锅也行。行。哎。因为咱今天有这个鸡蛋了嘛，咱就打一个鸡蛋就行。嗯。放着就得凉。哎，放着得凉。嗯。嗯。千万不要放多油。因为我他这个他好几道油，嗯，煎老老火，嗯，滴滴油，稍微添点油哈，嗯，葱姜，爆香。泡虾，嗯，泡虾仁，嗯，如果还没看见就是先放，那就不用盛那个鸡蛋，嗯，接着放上葱姜就行了，哦，是吧？对，然后再撒，再添上水以后再放泡了的海米，因为咱这是鲜虾仁吧，哦，我就吃鲜虾了，我不吃海米了，啊、嗯，最好的，有虾嘛吃，还没海米，对呀，把这个倒进来会。哦这盐什么的还不放，盐生炒的都不放、哎、一放就死了，一放盐肯定他这个老于师傅的他这个比咱用盐啥还是好一些，对，添热水那、嗯、就这些水就行，基本上和它吃平就行。
这是那个鸡蛋，哎，蒸的那个鸡蛋羹，嗯。这需要多长时间？这需要不是一啥的，它都是熟的了，因为。我再放点香菜吧。中。行吗？嗯。我再洗点香菜。它是搞活是吧？哎，它是搞活。嗯。是这香菜从哪儿买的？从那个大亚洲。大亚洲。嗯。洗的时候最好，叫它都配饭菜。嗯。它有一些就好像那个烂了的吃，它一冲就都冲下去了的。嗯。你要不愿意在盆儿洗，和你这样洗啊。行。这还没有烂叶子都挺好的。嗯，它的香菜还不错。嗯，它的香菜挺好，不干了。头去了不要。嗯。扔那里头也行，不干了。不干了，没事了。香菜它都打不断，那还要它干啥？你看吧。嗯。不要上来就切，你冲突这。几把几刀以后，他切的时候不也切的倒是少吗？对，省事儿。嗯。嗯。那个水开了，老牛。嗯，好。面条水也开了。不行了，这个太热了，像这种情况下。嗯。哎呦，就得调调火。嗯。方言，这个就得尝尝着来。嗯。因为没这种方言方式，我也没大数。生抽。生抽。最好就是买这个台湾的。行。丸子牌的。生抽。嗯，据说是比较好。他这个是吧？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吧？他说也是俺家的，咱这是台湾的，不是台湾的。再过两天再看。面条需要几分钟？嗯，我还真没大有十年根，你这盘子这。行，没事，我这都录下来了。12:16。我这都录下来了。嗯。记得是了。嗯，这还够吧？够。不够。你可愿喝这个？我看得多多弄点。对呀、啊。我得看看好水呀、啊。嗯。是吧？还行，还能再下一杯。嗯。来一点，来一点，我喜欢吃。嗯。那就小火慢慢炖着点就行了。那个卤的。这个不是我这主要是没来不及两边。我知道。啊，我那就得备成小火了。嗯。嗯。好了，这些够吧？嗯，够了。我觉得够了。够了，嗯。还一胖呢，这。对。别让粘连了，就能开。用不用烧热水？一会儿不用拿热水过吗？对呀、啊。我现在烧热水呗。对，俺赶快烧热水去。嗯嗯嗯
我说敲的也差不离了呗。嗯。因为他本身就刚才已经是熟了，我放一点点味精上过来的。嗯。你看看这么大的点。嗯，味精啊，好，嗯，好，就把花挑高了哈，一撮就行了。嗯。你看到什么程度？你看吧。就看它，就挺开的，刚才就和不大开似的，因为么呢？因为现在我不愿意盖盖了。你要是盖盖倒无所谓，也不用再挑大火了，一盖盖就行了。行了。熟了，熟头。然后呢，别的先别端上来。它还有余水余热。香油，香菜。因为这时候它不是还有这炉子的余温吗？它的余温能持续翻半分钟是没问题。哎呦，行了行了，哎呦，这都抽成蛋了。好的好的。